我到去公所透早九点外就出现了排队领吊，因公所今仔日邀请了司法老师来写春联，和民众来诉诸。股长孔庆尧表示说，这个活动是摩道区的传统，已经是几十年了。伊原先伫点当伊图书馆，但今年因为讲疫情关系，考虑到空间甲大殿人的聚会以及风雅，改来搞公所来举办。今年特别选在麻豆区公所，主要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那有考虑到说，我们麻豆区公所这边场地比较宽广，那让民众来索取的民众就是能够比较能够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距离哈，那大家能够就是比较安全。今年写春联、送春联活动虽然讲照常举办，但是规模来缩小，主要是司法界的人数有减少。春联活动时间嘛提前，同时所处的量嘛来做控制，人员进出嘛是有管制。那我们现场呢，就是也有量体温，还有喷酒精，然后还有也是有实名制哈，就今年的送春联也有比较简化哈，那就是我们除了在我们麻豆区公所里面，还是有五位书法大师在现场挥毫，那外面也有赠送春联哈，那但是就是说现场挥毫的部分，我们就是限量100位，因为就是也是不要让民众有聚集哈，那就配合活动的书法老师配合民众的需求来写春联，警告书法老师发挥着卡数，将图文甲毛笔字互相这个下写出的相当有创意的春联。南天新闻台以下马道采访报道。